真没想到我还能看到你，跟他先生，跟你一起获救那个小姑娘呢。那天他走散，可能遇难。肯特，你要替我出庭作证啊！你现在是唯一能替我证明的人。 也是因为你携带着四箱黄金，我们黄金的事情别提了，耻辱我不想提，我家族都不想提。再说，那个番人也已经死了。 在监狱里头，这事儿早就结束了。没有结束，那个人不是罪犯，他没有死，那个人就是我。什么？ The high point of the evening, but because of safety concerns, I can't actually show you all the antiques that I wanted to. So tonight is going to be a bit of a cabaret. Now, I'm sure that most of you have heard of the famous Bronze Age of China, and it really is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and beautiful ages in any country ever. They produce beautiful things. This comes from a place called Hunan, which i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Chinese culture. It is a cup, but they call it a jiuzun, because for them, well, drinking was sacred. Secret. You must know a lo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at's why they choose you to be the ambassador. Yes. You know, I've actually been here before, a long time ago. So why did you leave? I left in order that I might return. Thank you. So, I officially declare this party started! Cheers. Cheers. Thank you.
safety concern would be very simple. Search everywhere! Go to find him! Yes, sir! Look at there! Go! Go up! Sir, consulate and surrounding streets are blocked. There's no doubt we'll catch him. Cont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ell them they've got 3 days to bring us back our cup and find the man who took it. Yes, sir.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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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情了呀？巡捕这么劳师动众，肯定出的事儿不小啊。那需不需要改个时间呀？不用。有巡捕在外面替我们守着，这不是求之不得吗？对。哎，他们应该已经到了。你今天真的打算要动他们？这要取决于他们几个人的态度。 不好意思，各位，家里有事情，我也来晚了。坐。哎，穆然，怎么少一个人呢？那什么，王老板突然有点头疼了，先走一步。各位有什么想说的吗？李先生，南洋这条航线一直由我和王老板负责。 现在你却让航务局把这条线交给了别人做，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我们以后怎么办？喝西北风啊！钟老板，是这样的，我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想成立一个船会，大家都知道，上海滩的商会林立，各自为了利益斗的是你死我活，船运这一块一直由我负责。 我是真不希望看到大家像散沙一样不团结，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船会了。船会的船商以后无论跑什么航线运什么货，都由船会来决定。港务局我已经说好了，批文我也拿到了，现在就差一个会长了。哈哈，毕先生，这个会长。 该不会就是你吧，钟老板？那就要谢谢你的推荐了。啊，我是也同意殷志当这个会长的。其他人没有反对的吧？啊，我反对。穆然，让钟老板说话。成立船会我不反对，可是凭什么由你定航线和货物？ 我是正经生意人，我不会干那些走私贩鸦片、伤天害理的事。钟老板，是这样。其实来之前我就想好了，以后呢，
王老板所有的生意、船、货，还有航线，都归你。怎么样？南洋那条航线本来就是我的，我只要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还有，王老板的事，地先生，你必须给个交代，不能就这么过了。那毕竟是条人命啊！人命，某人，发生什么事儿了？啊，就是王老板头有点疼，先走了。张老板，我发现这头疼还可以传染，是吧？你现在头是不是也有点疼啊？刚刚路过这儿，哭着闹着要进来看你。你怎么来了？爸爸答应过带我去玩的。爸爸答应过你的事什么时候没办到啊？今天这个叔叔突然找爸爸有事儿，等爸爸跟叔叔谈完事儿再带你玩好不好啊？叔叔，你什么时候才给我爸爸谈完话呢？好啦，泽文，来来妈妈这儿。爸爸要工作啊，妈妈带你去玩，好不好？那你带泽文先回去，我马上就来。好，那我先走了。好，听妈妈话。好，不好意思，各位，让大家见笑了。家人在我心里比什么都重要。牧人，回头把会议结果告诉我。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这么办半天吗？你们不饿，我饿了。不好意思，爸，下不为例，事情都处理完了。走吧，吃点东西去。哥，再这么下去不是事儿啊！这脏活累活全咱们干了，一点好处也不多给咱们分。是啊，仁哥，你跟力哥说说，我和我哥也想要辆车。不是事儿啊，想要车，把哥这。开走，还是仁哥好。那个哥，这车我们哪开得了？再说了，咱们不能开你的车呀，是不是？哥，这么多年了，力哥也不把黄金拿出来，这到底什么意思？哎呀，他怎么想的，我哪知道？走吧，吃什么？你们挑，哥请。哎，大圣，没想到光哥我又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对上海滩一点好印象都没有。要不是大哥，我才不回来呢。不过几年之后还是繁华了不少呢。行了，这几天光哥带你好好逛，啊，走。对不起。对不起，瞎呀！钱包让人摸了，怎么可能啊？谁敢偷我？嘿，
你个小瘪三，给我站住，别跑！谁的钱包你都敢偷啊？我告诉你，我是祖师爷。站住！站！让开！让开！站！让开！让开！来了个新朋友，钱包。这个外乡人啊，不太想在码头，咱们陪他玩一玩。呀！呀！哎呦，疼死我了！这小子要打我。舅爷，油也不识抬，您拿着。拿着，哎呦，跑这么远才追上，都送警局吧。二位爷，二位爷饶命，二位爷饶命呐！哎呦，跑得挺快，都是常年在码头上这片混的吧？看他们样子，也是过不下去了才出来干这个。算，谁是头啊？你是头啊？哎，叫什么呀？谭二毛。谭二毛？哎，那还有个谭大毛呗。爷啊，您就别逗我了，我们也都不容易，家里面大大小小一堆人，还靠我们养着呢，就别说我们就苦出身就出来干这个。拿着。给兄弟们分了，叫你拿着就拿着。记住啊，我叫光哥，以后上海滩，光哥罩着你们。要是被人欺负了，还是缺钱，尽管来找我，我就住在……哎，什么饭店来着？理查饭店。对，理查饭店。先生的琴弹得真是越来越好了。庞光发回来电报，他已经顺利到达上海，并按计划入住了理查饭店。喂，我要两份意大利面，两份牛排，马上啊。哎，我不要刀叉啊，我要筷子。哎呀，住酒店就是好，嗯，想吃什么，人就给你送到房间。阿光，嗯，哎，叫光哥。我们刚到上海，那些街上小偷小摸的，你最好别理。这个道理光哥懂，但就那点钱，你想让达官贵人叫你大哥，到时人会把钱啪摔你脸上啊。但是你拉拢他们有用吗？他们都是最底层的烂仔，只能给你惹祸添麻烦，根本就派不上正经用场。此言差矣，光哥我也是底层的人，但是东叔跟大哥也是我救出来的呀，他们能有今天也有我的功劳。行了，阿辉，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到了上海就好好跟我学吧。你是说慕容柏、东叔，你们一起坐过牢？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叫东叔跟百哥，有点良心行不行？啊，能不能讲点江湖规矩啊？亏老大哥对你那么好。这个人叫做黄耀辉，是个极度危险的家伙。关公峰山人，枪法很好，财政司司长吴莱尔先生就是他暗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今天是博豪实业集团开业庆典，下面有请我们的董事剪彩。大哥，有问题我听见。是有什么误会？没有误会，你是洋人的走狗，你还有一句话的时间，说完你的命就是我的。我无话可说。你就是那个杀死英国财政司长的那个小螳螂是吧？我叫庞光，江湖人称夺命小麻雀。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你们有什么事吗？我们外面有个兄弟被人打晕了，不知道您这里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这位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这里没有陌生的人出现，如果有，我会让我的助手阿光通知你们。好的，打扰了慕容先生，兄弟们走。阿光，把枪收起来。王先生，去家里喝杯咖啡吧。黄耀辉这个人，我仍然不相信他。你认为他可靠吗？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话虽这么说，但我还是想提醒你，此人先前可一直声称要置你于死地，不得不防啊。放心吧，董叔。先生，这边请。先生您好，今天这个座已经让人给预定了，您看咱能不能换个座呀？上最好的酒，把台上这些跳舞的姑娘全都给我叫起来陪我喝。我没喝多，让光哥亲一口。讨厌。嗯，马上就到了。光哥，再喝一杯嘛。下次，来你的。行了，走吧，啊，拜拜。
刚才让你喝你不喝，现在回来了，装什么正人君子？我不喜欢在外边喝酒。嗯，你以为我喜欢？啊，我倒想了，咱俩就找个小馆，弄两个大闸蟹，来，再弄他二两黄酒，想想都美呀。但是我也没办法，这是大哥跟东叔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花钱，就是花钱，就让上海滩全部都知道，有个光哥，有的事情。哼，哎，出发的时候，怎没跟我说这件事？哎，我看看啊，我看看你心眼儿，就这么点儿，跟谁说不一样啊？再说了，拿钱的箱子是不是交给你？是不是交给你了？我跟你说啊，大哥对你已经很不错了啊。大哥那个人，我了解，他能拿你当朋友，已经很不容易了。就你之前那么对他的啊，他对你都既往不咎。哎，对了，阿奎，你跟我说说，当初你为什么要杀大哥？啊？这叫咖啡，没喝过吧？这是钱，喝完赶紧走人。慕容白，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年轻人，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该很清楚，你是杀不了慕容先生的，所以我劝你，眼光啊，放远些，步子要走稳些，何必咄咄逼人呢？慕容白，你回答。我当然是中国人。那你为什么替英国人卖命，做洋人的走狗？我也是一个商人。唯利是图的商人。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情。你本来可以杀了我，但是你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我跟你说过，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情。黄耀辉，以后你可以跟着我，我想让你看一看，我是不是你口中说的英国人的走狗？如果是，我的命你可以随时拿走。问你呢，当时全港海员大罢工，为的是废除包工制，提高花工待遇。就在港英政府马上要妥协的时候，百鸽却以全港调停罢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现，表面上是协调援助，实际上不就是帮助英国人压制罢工？还有六个月之前他就破坏过罢工计划，当时一批海员兄弟控制了一艘大部分是洋人的船，破坏了引擎，以此来威逼港英政府答应他们的调解。没想到百鸽也在那艘船上，他把船给修好，所有的海员兄弟都被扔到海里了，我哥哥也在其中，全都死了。后来英国政府还给他颁发了什么爵士？你认为这样的人不是英国人的走狗？嗯，什么狗和猫呢？啊，你知道个屁呀！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大哥，
知道当时得死多少人吗？还海员，海员不是绑架的那艘船，啊，是将船开到了远海，然后把船破坏了，破坏了无线电，又污染了淡水，自己呢，坐着救生艇跑了，让人以为，哼，那是船出了事。那艘船上，是，虽然绝大多数都是洋，但还有中国人呢。啊，就算全都是洋人，那是不是还有老人孩子？你说，大哥能见死不救吗？啊？还有后来海员大罢工那件事，你知道？港英政府已经准备出动军队镇压了，你以为他们手里的枪闹着玩的啊？要不是大哥出面调解，当时的香港早就横尸遍野了。好了，他糊了，糊了，他糊了，糊了。你怎么刚出去就回来了？我走了。怎么了？啊？哭了？你别哭呀！你告诉我怎么了？是不是人欺负你啊？谁这么过分啊？虽然咱们是擦鞋的，那也不能随便被人欺负呀！你告诉我，他是谁？咱找他去。是我舅舅，那个胖律师啊。老家来人了，说再不快些就把我带回去卖了。他们怎么这样啊？房子都被他们收了，你父母也去世了，他们还找你要钱。你那舅舅不是挺有钱的吗？怎么也不帮帮你？我就说了，这事他帮不了。我娘为了给我爹看病，借的是高利贷，那是无底洞。我这个月房租你先拿着，虽然钱不多，咱别着急，再慢慢想办法。小西，这钱我不能拿，谢谢你，我知道你也不容易。本来想要去找我舅舅，你说他认识那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给我介绍工作还不容易啊。可他说过年过节都不去看他，一去找他就是要钱，跟我说了，给我住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让我以后也去找他。你说天底下怎么有这样的舅舅啊？这钱你先拿着，多的钱我也没有了。英智啊，好消息，马会副会长一职已经是你的囊中之物，再加上船会会长，双喜临门呀。老齐，你来的正好，想个办法把这个交到月修手里。哎，千万别说是我买的啊，不然他又该说我乱花钱了。哎呀，你说什么？你跟他都是老夫老妻了啊，还跟结婚前一样恩爱，孩子都蛮大了，真是羡慕呀。没办法，这么多年拼到现在不都是为了他们吗？哎，我当马会副会长一职，市长那边怎么说？你现在可是市长秘书，很清楚他应该想什么。放心呀，那个老东西他只管自己的钱包，其他事情他是一律不管的。那就好。哎呀，不过英智，
我现在还是比较担心胡慕人那小子。当初咱俩设计陷害他的舅舅，虽然现在看起来老实，但是万一在咱们背后捅刀子了，那就不好办了呀。不用担心，我既然能把他从码头的管事变成探长，我就能把他变成死人。不管怎么说，警察局有个自己人，很多事都好办。前天晚上领事馆丢了东西，还伤了人，今天一大早就发了照会。胡慕人那小子，现在为了这件事情忙得焦头烂额。不过我派去的人一直盯着他，还好，还算规矩。所以嘛，你担心什么？哎，但我可以给你个好东西。小溪，你可别拿去当铺啊！你可以把它送给你舅舅，你就要是问你这是哪来的，你就说是你捡的。小溪，这是古董吧？当然啊，这东西可值钱了，那些洋人都抢着要，他们都不知道在我这儿呢。小溪，我不能拿这个。你拿着吧，这给我也没什么用啊，我也不懂，这也不能卖钱。你舅舅不是懂吗？你把这个一给他，他说不定一高兴就能帮了你呢。小溪，我怎么报答你啊？我还没报答你，让我在这住那么久呢。你要再这么跟我客气，我生气了。小溪，你对我真好。没事，有我呢。对了，昨晚领事馆酒会去的人多吗？有多呀，上海的名流基本上都到了呀。这么好的机会，应该去露个脸吧。那么多人，无非就是一些互相吹捧。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陪陪月球跟孩子呢。找个时间吧，我去拜访一下新任的领事，去谈谈分红的事情。还是每年4%吗？最好是这样。希望他不要狮子大开口。既然您是厉老板推荐来的，您就放心，这个案子您就交给我。法律嘛，是人制定，那就一定有漏洞。上海滩谁都知道你尤大律师忙啊，但是此案一经你手，你这么一过问，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别叫尤大律师，尤大可是叛徒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尤大律师。嗯。有律师，有律师，这么的，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告辞。这个案子确实有些棘手，但只要你钱给的到位，这个官司我一定帮你打赢。明白，明白，告辞。请慢走。舅舅，舅舅。舅舅，你等我一下，舅舅，舅舅，舅舅，你等我一下，舅舅。把门关上。哦。舅舅。哎，给我搁门口去。我说门口。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有事没事往我这儿跑。你看我这进进出出的，都是有头有面的人。要是他们知道我有一个擦皮鞋的外甥女，我这老脸还往哪儿搁呀？舅舅，我知道我平时孝敬您不够，你看，我这不给您带礼物来了吗？哎，打住！
我什么都不缺，也不需要你送我东西，甭跟我玩这套。舅舅，舅舅，我就是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工作？你认识的字儿，怕还没你手指头多呢。我能给你找什么工作？再说了，你就是去纺织厂当女工，我估计赚的钱还没你擦皮鞋多，而且还老拖欠工作。现在就这世道，咱们退一万步说吧，你就是去当歌女舞女，你也得会唱歌跳舞吧？当陪酒的，你得有一副好酒量。哎，你就是不听我的。当时人家给你推荐电报局局长的三公子，你说你要答应，现在就嫁过去了，最起码衣食无忧吧？舅舅，那个人是个瘸子。我多想做你一场好梦，天亮了吹成一抹春风，山色轻松，把繁华揉进你指缝与笑容。我们近在咫尺的相逢，却又遥不可及的相拥，心事困在迷宫，不由衷，连沉重都落空。匆匆一生的轻狂，许你在我一生波澜里翻涌。三月的杏花红，竟是回忆在中，终究逃不开命运的捉弄。只为岁月匆匆一生的轻狂，愿作诗里春风。人海。